你谁管你啊？我在不在人关你什么事？别来瞎操心行不行？大人讲话，你小孩子插什么嘴啊？靠北，你真是！我说话算数，只要送了银人过某年，都可以上门提亲。就是你能破这数，你就是不是当初把我送人是吧？闹崩明啊！我不是这样，我留着把这东西啊！靠北，你真是！你个几十岁人了、啊，将天等收寡吧！我婚都没结，我守什么寡呀、啊？说那么多，啰里吧嗦，靠北，真是！你们只要保证跟我女儿结婚以后，给我冲屏风。让我打电动，我跟你讲，丢不丢人啊？丢什么人啊？当年我都是晚辈把你老妈拿下了，靠北真是。